家好，欢迎来到心灵解忧杂货店。我是你的心灵导师 Lisa。 我是你永远倾听的好朋友 Brian。 想必大家刚升上高中，一定有很多烦恼吧。没有关系，解忧杂货店为您解决各种烦恼。来 Brian 请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这边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觉得孤单，觉得寂寞，好想交男女朋友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我们凡事先求一个缘。好的，第二个问题是，学校成绩要怎样才能变好？首先，我们需要每天对着墙壁说话30分钟。在星期六早上6:09的时候，穿着紫色运动上衣、红色运动短裤，来心灵高中图书馆看书。心灵高中图书馆，空调凉爽，光线明朗，资源充足，还可以顺便谈一下恋爱，这样你的第一个问题就解决喽。几点？一个。我妈两岁过。那来到我们第三个问题。那第三个问题是，要怎么选择适合的社团呢？这个问题有点难哦。既然没办法解决问题的话，那我们就来解决提出问题的那个人。哎呦，我们的责任就是负责帮各位解答嘛。古人常说，找不到一个好的社团，就跟穿到破洞的内裤一样，一样难受。所以，想要找到适合的社团，就去买一条新内裤。没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进行观众的投影时间。铃铃，电话电话有电话。喂，是是，好的，好。现在这个问题呢，刚刚观众扣一进来是台中林小姐，林小姐说，校歌比赛要怎样才能得第一呢？校歌比赛最重要的就是要团结，就是要大声。把团队合作的精神展现出来，相信你们一定做得到。那我们现在开放第二个观众扣音进来。电话，电话，电话，电话。接电话。我手机在这里。喂，是，是，好的。我充满爱心，喜欢加入。喜欢帮助别人的话，可以加入哪一个社团呢？充满爱心，喜欢帮助别人的话，欢迎加入我们的红十字少年服务队。那就让我们掌声欢迎红十字少年。我们红十字少年服务队是在做什么的？红十字少年服务队就是充满爱心帮助别人的。哎，校歌比赛，传说心里有一只鸽子。校歌吗？对啊。而且听说只要跟他拍照的话，就有高几率可以得到第一名。校歌比赛的第一名就要去找校歌拍照。好，那就让我们来欢迎红十字少